好，欢迎继续收看《大话新闻》哈。其实，食中国的物件吼，咱唔是讲各行拢总歹啦吼，但是虽上啊，因为着趁钱，为着生存啊，可能做出真济违心的物件，咱真正爱说伊，因拢会影响着咱嘛吼。请大家看，这里是《星岛日报》，他写江苏跟浙江，伊讲啊，这个佛吼已经超过那个标准吼，水源地有害的物质有468种。江苏的水污染是癌症的高好发的地区啦吼。我讲，我即马讲是因啉的水哦、喔。我即马要讲是啥？咱食的大闸蟹几乎拢遐来哦、喔。啊，注意哦、喔，大闸蟹唔那是佛鸟、喔，可能是抗生素啦，有诶无太济啦吼。这个志正兄，你要投资很久，来，你要补充来。我想哈、今日讲遮济啦，我感觉是有一个重点。你请讲为什么这么小乡镇哈会抗暴？这样人家怎样暴动啊？这人家这黑心食品，难道讲中央无多管吗？其实不是，其实是啥啦？中央根本管未着地方，这才是问题啦。所以他都我有较赞成这个，就清溪兄伊讲的讲，中国活未久啦。这不是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的、你这样讲，我看他你他的气，你的气管无一保留。但是那么爱甲看嘛，他多少你请讲这个乡镇啊，就加生一个，发一万到七万。是，伊不是讲你未使生，伊要让你生啊，伊要啥钱？谁人要钱？因为最近哈，伊的国家有公布讲土地啊，未使随便买。因为过去的这个乡镇啊，或都市也好啊，好业拢是靠啥卖土地，伊卖土地卖国有财产啊，分真侪钱，但是中央控制伊啊，伊啊向阳没有收入啦，没有收入咩啊，想空想空嘛，你过去讲未使加息，你即马掠着机会啊，无以前有经验，但是有小可放松去，但是最近开始伫这个乡镇，你讲这个罚款不是脚向中央呢？地方税收，这种地方的啊，你花偌济，都是伊地方政府成立一个基金呢，迄基金拢好笑来啦，拢是书记提用啦，对吧？所以你爱怎样就用，看到最后就是啥经济，经济按哪来看，不是干哪钱咯，就是讲伊这里啊做政权无多义气啊，一定爱想办法为老百姓讲起钱，所以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。所以咱看这样子的这个黑心哈的食品，所以我有当想讲，我会甲检讨啦。谁来台商要去中国投资？想要去啊分一杯羹啊？分一杯羹啊？人日本愈出产的产品是愈来品质愈好，对。但是中国是安那奈愈来愈傲，因为伊要赚较侪钱嘛。所以到底是安那吼，台商吼，还是台湾人爱思考？爱思考，是。其实咱头先看迄个黑心牙膏迄个新闻吼，其实后面还有一小段，就是中国的好像是卫生部长还是负责食品安全的药品、他出来讲，他说哪一项商品没有瑕疵啊？这是官方的态度。所以咱顶礼拜在讨论这个台湾的母亲平埔族嘛，咱武功有一个概念叫台湾民族嘛。其实很多人在骂我们说啊，你人家数典忘祖，下面台湾人是原住民的后代。其实你去看这真侪代志哦，咱看中国历史哦，中国历史上因为战争杀死多少人，那个残忍的程度。我今麦黑心商品就听到，你讲这种代志，台湾人做会出来吗？我相信做会出来。他救了，不是讲做会出来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民族性根本的差异吧。咱头先讲黑心商品了，我有大概看一个黑心新闻哦。我这边有几张照片，这是外读会的朋友哈、一去中国看到。这张看起来真正常嘛，就是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在访问一个路边的民众的哈。大概看这张，旁边有人拿小抄在告诉那个受访者该讲什么。这边写什么？造假嘛，这边也是，这一张也是，访问都是造假的。然后这个是他小抄的内容。他小抄的内容是讲说，大概是那个市哈，今天选了新的领导人。他说我们很高兴，在新的领导之下，我们的国家建设一定会更好。这是中国的新闻啊。所以我是一个路人拍下来是吧？对，就一个外读会的朋友，他去中国看到，他就把它拍下来，就他就把它上传到网站上面。是。所以我希望台湾，现在很多媒体在批评说台湾没有新闻自由，什么打压新闻自由。你去看看中国的新闻自由，连新闻都造假。我一下都要写出《世界日报》啦，《星岛日报》，还有《BBGo》哈，因为是讲
台湾人也好，中国人拢咧看的报纸。但是你要看《世界日报》，其实它的母报就是《联合报》嘛。但是你看看《世界日报》可以报道这么多有关中国的黑心食品在美国被拒绝，然而《联合报》在台湾却没有类似的版面，或者是没有类似的新闻哦。哦，这代表什么回？也就是刚刚几位所提到的，哎。在中国，就是台湾媒体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呢、啊，还低于中国媒体自己报道的呢。嗯哼，哦，你要了解，讲我过去哦，中国因拢改中央电视台哈、哦，记者都可以下乡哈、哦，按个因的计价格，反正只要不碰政治，社会新闻的保分，所以因的新色三也很严重，严重啊，社会新闻他们是可以不危机，对，只要不搞政治，其他我都可以去揭发、啊、所以有很多什么黑心东西、哦、黑心的商品啊，黑心的什么，包括一根猪皮。哦，你想怎么用漂白？用硫酸漂白啦，你知道吗？这块呢，弄新闻弄出来，结果吼、哦，导致讲规个中国哗然嘛。到后来是各地政府吼、哦、集体上书向中央施压，讲以后不许中央电视台再用这种方式下乡了。可是以后中央电视台计价，譬如说要去湖南省采访，不是你直接来，然后就给我报道让湖南省困扰的这种新闻哦，是你要来先到湖南省来先来申请。阿雷瓦卡叫了以后，你可以到哪边采访？哎、欸，不要怀疑，你说中央控制得了地方吗？哦，所以你也看讲中国，这是一个什么社会？咱来看讲所谓的古书里头写到那种地方官呐、啊，安尼贪污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只要把上面的这块玉石哈，噶哄抬好哈，贿赂好，啊，家己也让去安尼鱼肉乡民哦，这种现象。你在博白县看到了嘛、嗯？你在台、啊，你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，其实有很多地方你是看得到的，嗯嗯嗯、你的。